天未降圣人，万古如长夜。直到照亮千古幽暗的圣者佛陀诞生，从此世间有了曙光，众生的烦恼有了解脱的希望。佛陀教导世人体悟生命的真相，引领着众生脱离六道苦轮。长久以来，许多人依循佛陀所行过的足迹，越过挫折与逆境，往成佛的道路前进。在这个时代，有一位秉持佛陀大智慧、大慈悲之精神，并引领大众启发智慧、教导众人忘我去思、真心付出的人，这就是海涛法师。海涛法师日以继夜，努力不懈地走遍每一个地方弘法，在一言一语的教导中，充分表现出无私无我、悲天悯人的情怀，令众生受益良多，带给大众莫大的法喜。不建立有形的道场，是海涛法师与众不同之处。法师常说，监狱、学校、医院，随处都是大道场，只要有众生，便是弘扬佛法的好机会。因为了解生命的可贵，也了解万物平等的道理，因此海涛法师长期宣扬生命的可贵，让世人体悟生命的意义。所以透过各种护生、放生与救生等活动，以教育世间人学会尊重生命以及珍惜生命，让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以及天地万物皆能和平共存，以缔造出一个真善美慧的生命共同体。教育为百年大计，修行学佛更是人生大事，因此海涛法师奔走于全省各中小学及大专院校，对全校师生演讲，就是希望将佛法教育落实于学校，往下扎根，使更多的人都能提早学习慈悲心，以对待世间万物。社会风气的改造是一个需要长期灌溉耕耘的工作，所以海涛法师奔走在各寓所中，对那些在生命中迷失的受刑犯开示，以同理心进入他们的生命，理解关怀，进而开始教化他们。服刑期满，出狱受感化的受刑人，法师更予以关怀辅导就业，希望他们能回归平凡的生活，融入社会。佛法无国界，海涛法师更是带领大众走遍世界许多角落。中国四大佛教名山礼佛，佛教发源地印度朝圣，江南佛门寺院巡礼，更走访许多需要帮助的国家，亲自把众人的爱心温暖每一个角落。以生命为本怀，传播佛法的智慧与慈悲为志业，海涛法师于国内外各地设置了52个佛陀教育中心，并且还在陆续增加当中。每个中心皆设有佛教图书馆，免费赠送经书、录音带、VCD 与大众结缘，还有许多珍藏书籍供人借阅。佛陀教育中心定期举办佛学讲座及推广八关斋戒，让人能方便地听闻佛法、了解佛法。另外，中心还会至各地不定期举办共修、放生及关怀活动，并提供助念的服务，希望能净化社会，促进社会祥和。在佛陀教育中心的每一位菩萨都是那样的真诚与可爱，他们全心投入这个热心付出的工作，他们花费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变成每一个人所得到的最大福报。佛法由古至今，就是以慈悲为本怀。所谓佛心者，大慈悲是也，以无缘慈摄诸众生。因此，海涛法师长期推动放生，让许多生物获得自由，极力宣导救生，让所有生物得以免于被杀的恐惧。
对于保护生命更是不遗余力。中华护生协会就是本着护生使命而成立的。协会目前于台湾各地已成立20多处护生园区，提供各类动物们一个安心居住、无恐慌的天堂，并带动寓教于乐于护生，让大家在爱惜自己生命的同时，也能爱护一切生命。另外，中华护生协会也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放生活动，让每一个人都能亲自参与，同时也大力宣传一些放生方法、放生须知、相关技术，让每一个人都有正确充足的护生常识。中华护生协会也发起帮助贫困学童的活动，对于一些家境清苦无法缴交学费的学童，帮他们募集款项，让他们能无忧无虑地安心求学。因为在爱的环境之下成长的孩童，将来方能以感恩的心来回馈社会，服务大众，以帮助更多需要受助的人。海涛法师期望让更多人都能阅读到佛教经典，进而了解佛法，于是创办了中华印经协会。中华印经协会大量倡议各类佛教经典、佛教漫画书，使大众都能方便地获取资讯，轻松地学习佛法。另外，协会致力翻译各类经典，流传海内外，并将一系列佛陀教育丛书赠予国内外各机关团体机构，期许大众都能阅读经典，认识生命，培养书香社会，关怀人文胸怀。除了大量印制经书外，中华印经协会录制录音带免费结缘，透过法音宣流，将佛法普润群生，净化人心，建立清净的人间大道场。佛法不离世间法，将佛法实践于生活中才是真正的修行。中华印经协会也成立佛教读书会、共修会，倡导读诵经典、念佛等活动，有大众共修之力，积极推广读经与念佛之风气。佛教是一个快乐令人欢喜的宗教，学佛更是一件愉快欢喜的事。而慈悲佛曲传播协会的成立，就是希望能传播佛曲的精神及力量，以唤起人性的纯真与善良，并将佛曲融入日常生活当中，让每个人的心中随时充满希望。更期望借由轻松的曲音、欢乐的唱诵，激发生命力，提升慈悲心。未来，慈悲佛曲传播协会以制作各类念佛法门录音带、推广世界各地佛曲为主，并将成立妇女合唱团、国乐团，并加强宣扬佛舞艺术、乐器演奏及音乐教育，以展现出佛教梵呗的新风貌。期望慈悲佛曲传播协会的成立以及抛砖引玉，能用最生动活泼的方式呈现出佛曲的动人力量，并透过对三宝的赞颂，净化我们的身口意，让每一个纯净祥和的音符合奏起生命中永恒的旋律。生命是永不停止的学习、体验和关爱。为了将佛法落实于世间，深入生命，在海涛法师的带领下，成立了生命电视台。生命电视台由护生协会海涛法师所发起，以宣导爱护一切众生、体认生命平等教育为办台宗旨。最终目的是为了将佛法教育结合现代，面向世界，贴近社会，宣导佛陀慈悲本怀，教育社会大众尊重生命及珍惜一切物理。秉持佛陀平等慈悲的本怀，生命电视台将制作多元化的节目，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尤其注重学童节目，让关怀生命的教育从小做起。另外，为了能更广泛、更深入地实行菩萨道，已请高僧大德善知识上座说法，致力推广慈善公益活动，创造一个完全清净慈悲的公益电视台。目前生命电视台节目规划有国学教育类节目，有长老法语、海涛法师弘法行、各大法师佛学讲座、佛法教育课程、佛教卡通、儿童故事、佛菩萨的故事、佛学英文等。生命教育类节目有心灵咨商、佛学推广、半辈交叉、儿童生命教育系列、青少年心理辅导、妇幼保健、认识堕胎真相、如何杜绝自杀流行风、预防忧郁症等专题。生活休闲类节目有每月放生活动及认养动物等相关讯息，以及宣导戒杀放生的主题节目，提倡念佛、素食推广、海外弘法旅游等。公益服务类节目有校园、监狱、军队演讲活动、公益和佛教法会活动报道，以及直播受刑人心路历程等节目。爱心慈善类节目有认养学童活动、临终助念关怀、老人关怀咨询、关心除迹以及弱势族群等社会福利相关内容。期盼透过声光影音无远弗届的宣传效应，来教育世间人学会尊重生命、传递慈悲、戒杀、念佛、放生、吃素、佛学、教育、济贫、助念、佛取、半辈等全方位的理念，创造出一个完全清净慈悲的电视台。所以生命电视台就是一个走入大家心灵的电视台。我们希望能在大家的生命里栽植心灵的菩提种子，灌溉它，使它更茁壮成熟，在坚毅雄浑中焕发出慈悲自在的光华与更多的生命分享。
远经，唐于田国三藏沙门十叉难陀译，如累人天品第十三。尔时，世尊举金色臂，又摩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是言：地藏，地藏，汝之神力不可思议，汝之慈悲不可思议。汝之智慧不可思议，汝之辩才不可思议，正使十方诸佛赞叹宣说汝之不思议事，千万劫中不能得尽。地藏，地藏，既无今日在刀立天中于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在以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在火灾中者，付嘱于汝，无令施诸众生多恶趣中一日一夜，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奇。地藏，施难言菩提众生智性无定，其恶者多，纵发善心，须臾即退，若遇恶缘，年年增长。已是之故，无分世袭，百千一化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地藏，吾今殷勤以天人众付嘱于汝，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即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地，如以道力拥护世人，见修无上，勿令退时。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虽业报应落在恶趣灵多趣中，或之蒙守，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偈，大声经典，是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是人所现无边身，未遂地狱，遣令升天，受胜妙乐。尔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众，吾今殷勤付嘱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跪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亦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说施语时，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薄佛言：世尊，我自制刀立，闻于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或瞻礼形象，得几种福利，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的略而说之。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
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即闻此经，乃至读诵香花、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得28种利益，一者天龙护念，二者善果日增，三者即圣赏因，四者菩提不退，五者衣食丰足，六者疾医不临，七者离水火灾，八者无盗贼恶，九者人间清净，十者神鬼住持，十一者女转男身，十二者为王成女，十三者端贞相好，十四者多生天上，十五者或为帝王，十六者素质命通，十七者有求皆从，十八者眷属欢乐，十九者诸恨消灭，二十者业道永除，二十一者去处尽通，二十二者夜梦安乐，二十三者先王离苦，二十四者素福受生，二十五者诸生赞叹，二十六者聪明立根，二十七者饶慈悯心，二十八者毕竟成佛。复次，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立地藏行，或闻地藏本愿事行，赞叹瞻礼，得七种利益：一者速超圣地，二者恶业消灭，三者诸佛护灵，四者菩提不退，五者增长本力，六者宿命皆通，七者毕竟成佛，二十十方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贪未曾有，是时刀立天狱无量香花天衣诸音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已，一切众会俱复瞻礼合掌而退。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下，地藏本是较量精英龙残阴阳是前生，今世奉大圣福利无穷，决定保莲身，南无地藏菩萨摩诃萨。
Thank you.